同学们休息好了吗？走，休息好了，我们去你们即将开始学习生活的国际教育学院来看一看吧。好的，走。同学们，我们先去见见院长吧。老师啊，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幸福快乐啊，学有所成。好，欢迎你们。谢谢院长。谢谢。走，同学们，我们再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教室和宿舍吧。好，再见。同学们，这是我们学院的健身房，以后你们学习累了可以来这里锻炼身体。好。很棒。同学们，我们去看看宿舍吧。请进。谢谢。这就是你们即将生活的宿舍。很满意的，挺好看。好漂亮。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是学校国际学生招生、教育、管理的主要部门，主要负责国际学生招生录取、语言文化教学和管理服务等工作，已经招收培养了来自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。学院在曲阜、日照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国际学生教学和管理工作。国际教育学院既有语言学习，又有文化体验，开设了汉语综合、汉语听力、汉语阅读、汉语口语、汉语写作、中国概况、HSK 辅导、书法、太极拳、剪纸等课程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，学校十分欢迎热爱中国文化、专心学业的各国学生。老师，谢谢您的介绍。不客气。老师，我听说我们学校在建西新校区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吗？
好的，西校区在我们曲阜校区的西侧，占地800余亩，是以北方明清建筑为范式，其中的各个建筑都体现着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精髓。2022年即将投入使用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那里学习生活。目前正在紧张的建筑中，我们先一睹为快吧。这里是曲阜师范大学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这里是曲阜师范大学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。